这把赢啥的操纵？这纯表演的。包哥明晚安排小小对李博，这重度，这是小小的铁粉。第四107就是跟斯诺克的规则差不多。斯诺克是15颗红球，咱们10颗红球。这他俩就表演一下就行了。八球太太团比赛，太太团比赛的话，那谁也打不过小美，应该是。刚才看我那样事儿，我看我那两下子了吗？小美跟我打的让我后移。你说话屏蔽没屏蔽呀？五号来了，哪个五号啊？哦，这不是那个。对，表演这个摆球不磨叽，正规嘛。小小皮头比波特加不能用，这是11毫米的。这球大小跟中巴一样。欣欣让我先一，现在是。小美和欣欣谁厉害？他俩应该差不多。啥冲杆呢？奥斯本兹的冲杆，原价3100，现在在咱们直播间三折。新星王我没看见过新星王打球，为什么人这么少？刚才折腾一顿把人折腾没了。呀，比分出来了，刚才小雷赢了，小雷不用刷了，榜二呢，大家可以上，哎呀，那个谁也在开播，就是小雷的媳妇在开播，也可以到他直播间去互动互动的，问一些那个球杆是怎么擦的呀，怎么擦的那个粉儿。咋怎么弄黑的？抢个三表演一下，3个估计到10点钟结束了。小雷也没打过这107。什么比分呢？刚才是19比8。小师姨又手拿把掐的，打他没问题。刚才是19比8，我上一折腾都就对我上一折腾都跑了。看小雷啊，第一次打107，结束了，他们抢个三，打个表演，让大家看看107怎么打。这个107这个球是我们公司出的，这个打法也是我们研究出来的，然后后来推广一次以后呢，就没有再推广。哎呦我去！刚才什么奖励？刚才是5Q 的，5Q 一盘的，六盘最多六盘的。诶，跑一号没弄上，这太狠了。小雷没打过，头一次打中式107，落不下。这107应该是记明明白白的。啤酒没货了。啤酒那个可好卖了，那个我看看啊，看后台还有没有啤酒。那啤酒上了1天给断了，
为啥叫107？因为它满分是107。这个奖金怎么算？这个是表演赛啊，就是大家看看。刚才是李博对小雷，刚才是小雷赢了。小雷的女朋友快手号在榜二呢，大家上榜二也可以上他直播间跟他互动互动。他女朋友正在播小雷呢。奥沙利文估计邀请不一定能来，但咱可以尝试一下子，钱到位应该能邀请来。这这么点分儿啊？打都是低分的吗？他太卡了是吗？他没整好网络。大家去卡的话，就过去关注一下子，因为想看李博那个雷一伟那个练球的时候，想多了解雷一伟的话，就他媳妇天天播。那个结束了，这个表演一下107。他这个有俱乐部老板的可以买一副啊，今天还有福利，买这个107球送一副这个台泥。对象对对象，对，奥沙利文来了，直播间能达到10万人。完，好好宣传宣传。哎呦，能达到10万人，那真可以邀请一下子。这奥沙利文多少钱能来呀？那小雷打球让他媳妇当裁判不公平。空心啊，对，送100万泰尼，对，买这个107球，俱乐部老板，这107球咱们是粉圈数数球，是进口的，大家放心去用，在39号链接，你买这个39号链接这个球就送一套泰尼，完主要是想让大家去自己的俱乐部帮我推广推广，这个其实真挺有意思的。50万请肯定是，要50万能请来打一天，肯定是行。小雷对象多大？我不知道。要多大需要规则？怎么改？小雷媳妇带榜二呢。是不是小雷会不会打这玩意更厉害？很快啊，他们打快的话，对，榜二是小雷啊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榜二是小雷。他们打的快的话，也就是10分钟一盘儿。
这场不给钱，这场是活动啊，大家这个百秋之前可以上小黄车溜达溜达。稻米年大米啊，黄金酒150块钱6箱，还有邻家铺子的午餐肉啊，黄桃罐头、橘子罐头都有，还有这个山西的酱醋组合，都可以转转啊。过年了，大家可以在我这里买点小年货。这个好多人打满分的，就给冲没了。看小雷啊，出过呀，出过很多幺零七，刘海涛、楚炳杰、刘闯，冯泽源，好多人都出来，包括余光宇都出过。那牛酱好吃。那活酱牛酱我们买了很多，二宝都出过107，这个奖金这个给大家就是表演一下，完了俱乐部里边有俱乐部老板想在俱乐部推广的可以下一单，完了呢买这个球可以送咱们一套台泥。对，你看他俩打这个打法，咱们爱好者就几乎这么打了，就。小雷好像19。19-8，赢了11盘。你排多少名了？你排老远了。对，香辣牛肉酱，大家可以买一罐尝一尝。那个香辣牛肉酱，厂家给咱们直接对接了，那个能常年有货。几号链接是牛酱？你可以上去翻一翻。黄金酒、罐头、午餐肉、山西陈醋、杜康酒、空气炸锅、俄罗斯进口的巧克、压岁钱的红包、俄罗斯小黄瓜，还有老街口的瓜子儿、巴马的茶叶、蛋卷儿。还有16卷4层加厚9.9块的，在22号链接。这辣椒酱是175克，乘2瓶是2瓶这个价格。对，这球大小跟中巴大小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大小的。这李伯都懒得走过去，把白头叫过来，先轻轻一推更好。不动地方了，他就往那一就怎么了一待就完事儿了，不够了，转过来了。P 头什么型号？P 头 H 的。
台湾一场多少钱？台湾一场200-300块钱。啊。对，咱家那个小店里边邻家铺子的午餐罐头肉，还有黄桃罐头，还有橘子罐头，打得挺流畅啊。二宝小杰适应了，你说是哪场？给清了。皮头有活动啊，买鱼龙海皮头送一个擦干布。他俩用的都是奥斯本的征途。保定对，保定河北好多都发不了。大家红心点一点啊，榜一是咱们那个郑宇博的老婆啊，小美，大家关注关注。榜二是雷一伟的对象，对啊，给关注一下雷一伟本人的号码。上一场小雷赢了，榜二是雷一伟的本人的号码，康医生是雷一伟，大家给点点关注啊，他也在直播呢。他那好像说有点卡，有点卡呢，你就去点个关注再回来。完，今天两个活动，一个是奥斯本的冲干，原价3100的，在咱们直播间打3折，930。完了，还有一个就是拍鱼龙海皮头送一个擦干布。对，今天下单，明天发货嘛，顺丰。今天拍的秋干是顺丰，别的不是。买一个皮头送擦干布啊！今天是19:8，刚才是 这水喝的多，越喝越口。那给康医生是小十一点关注，小十一没开播吗？回家以后就不播了吗？还真没播。那给那小十一点的关注，也是我们康医生声势的签约主播，要回家过年去了。就不给我点儿，就不给我点。要是老铁们都不给你点的话，你就想想自己的问题吧。我电脑明天到，手机也能播呀。刚才比赛小雷赢了，能啥玩意能送皮头吗？大表哥，我下一个冲关啊，超哥可以啊，冲关没多少了。刚才是19:8，以为完了是完了又干上这个107了，给大家表演一下。我已经买狼头就不用买了，买皮头，今天买皮头送擦干布，明天要想要的话，咱明天再做，因为这个活动已经做到半道了。下单牛肉酱。这个不是斯诺克，这是咱们中式107，球的大小跟咱们中巴大小是一样的。问你的事太费劲了，可乐你问啥了？有的时候可乐翻翻啊，
有的时候有可能你的问题会屏蔽了。可乐，你再打一遍。敲碗没货了啊！午餐肉好吗？把邻家铺的，我感觉应该是可以。皮头有胶水吗？没有胶水。这就是一个表演赛，马上结束了。抢个三。对，107是我们公司出的，打法也是我们公司出的。二宝赢了王牌的时候，王牌对王牌是二宝赢了。昨天小小赢了，这个冲球杆和别的球杆不一样，它是后把由10片为组成的，不是一根车出来的，用10个片组成的，前景也是10片为组成的。那边没开始，对，规则跟斯诺克几乎完全一样，就是没有付费功能，下不了单，没办法呀。大表哥应该是。有我们别的主播的 V 叉，昨天小小赢了。显示我不是新人，新人不让买吗？不是新人不让买。这个是个笑话，我也觉得是个笑话。这不用觉得，你觉得是个笑话呢，它就是个笑话。笑话呢也有，最少有全国最少有1万个俱乐部买了这个球了。康医生上的是17800呢，17800钢裤全套的。可以不吃裤啊，可以。他觉得是笑话，就大家当笑话看，只要能开心就行。全打黑球就是107。彩色球应该去掉蓝粉，这俩没必要啊。冲杆我刚才试一下，我感觉很好用。大家拍完了以后，这杆呢感觉不好用呢，我们都是顺丰发货的，不好用呢你就拿到手以后打一下子不好用，说冲几下不好用，你就马上给我发回来。打包装的时候别把包装扔了，发回来以后呢，往返运费都是我们出。对，包括咱们那个九球，那也是通过美式演变过来的。大家慢慢也接受了，只不过是给大家在俱乐部里面多了一个新的玩法。那就加错分了，没事，一个表演差不多就行了。兰蔻冲杆现在没有货了。大米应该是不能发北京，北京好几个区现在都不能发，尤其是大兴。你下过单了？中式就是咱们中式就是打16彩嘛，对吧？美式呢，俗说就是九球，在咱们这边管它叫追分。然后呢，英式呢就是斯诺克，就是中式、英式、美式。刚才是19比8，雷一伟赢了。这么仗义的，没事。冲杆是奥斯本兹的，后把、前把都是10片尾的。狼图腾好用，可是有点弯，弯你可以发挥厂家，那你退，可以去掉一颗开球区彩球，然后蓝色、粉色适当上一点，应该会合理些啊。这个也是刚推广，也在改。本来早下班的时候非让他加班，他俩太快了。我买的那根儿，你买的就这个吗？
不能拍的就是疫情嘛，限制地区。你看李博多懒，他其实完全可以轻轻的推一下就行，为了多走两步。干啥呀？这是，认狼认打法，俺、啊、表演嘛，没不用那么太较真儿。山西临汾买了多少张台子了？不知道。你的弯你可以发回来，发回来我们给你弄。要是弄不好呢，我就给你换个新的。李博用的是摇摆皮头，这确实用的摇摆皮头。那李博呢，就说这个摇摆皮头他用着好用，但是你小雷就是认为超级展好用。对，他就表演嘛，无所谓。这么打就没人，这是就是个表演，啥都没有，回音嘛，我这没有回音。对，小雷是超级展。没有，都完事儿了。这个就表演赛，星巴克乔治跟乔治什么区别？两种打感还都行，两个都是大品牌。对，19-8。我吃个麻辣干儿吧。嗯。107，打慢活的打的还挺好玩的。看看吧，超一展没有货，咱康熙品牌小点。哇，真准啊！啥意思啊？没有，没有了。这个不忘说了。我吃的是芒果干，我晚上没吃饭，我寻思减减肥。天跳不能当冲跳，来历算大品牌，来历都几十年了嘛。本来冲关买了升值卖的，你这咋卖完了？我一根烟都不抽，我这一天说话说太多了。昨天小小赢了，说四遍了，又说啥？小小七，你说啥了？是不是给你屏蔽了？小小七，你再说一遍。有的问题。快手官方是自动屏蔽的，我不知道你问的啥。刚才是19-8，不辛苦啊。犯规只扣分不自由，对，赢了11杆。网球啥赛制我没了解过。送啥了？没听明白，啊，买东西啊，应该都送了点东西，我不知道送的啥，他妈发货，我告诉他们都送点，买了不少东西，感谢老孔的支持啊，鞍山的，咱们离得很近，可以到我们来玩，让小雷赢了，刚才那个说问什么飞机，你还没打出字儿呢，我盯着你的字儿呢，谁赢了？小雷赢了。今天这个账呢，去找四人去结。其实我在你这真的买了不少球杆，是吗？要在我那主播那买的，是不是？
是朝阳。买三个，真感谢啊，感谢这个哈达在英国啊，都跟英国去了吗？为什么叫康熙盛世啊？为什么叫康熙啊？因为我儿子叫康康，我丫头叫西西，以他俩名字后尾叫的。最早我们在北京做保健品的时候，我们叫康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对，明天发货大米的。他俩表演，网球三板每拍可以抢3000啊！小黄车秒的啊！对，征途二老也来了就没，来了就没，你只能跟我的客服联系。啊，锦州的，咱离得很近的。那英国回来啥时候回来的？高总没多少了。工厂继续做，就做不出来，需求量太大了。昨天输的，都还没输多少。超哥是给老头老太太上课出身，最后吃一个就不吃了。这是给大家打了看玩的。那么你前置弯了，调一次还不很值，那就发回厂家，让你换。明天看看安排谁。十级前100名送野豹发现三。蓝光冲关暂时都不会有了。再去买收买的就找他售后，发厂家调，调不好就退货。107废台办107，我们在长春内站10多万块钱谈判费。多大了？多大了？这球还够吗？咱家小黄车溜达溜达，那个刘小凤牛肉拉面可好了。好的，8:00再见啊！不是，有的下不了单，有的能下的就下。刚超级好使啊，征途刚应该好使啊。100到200也送发现一。篮球有，看分数够不够。还打个双赛吗？要。刚刚小雷赢了。小雷不是，小雷是正常的，正常期的。李博这是免期的。李博肯定要师傅，李博师傅想早点回去睡觉是吧？我的征途二后把，后把有没磕碰，又没磕碰，但是奇妙有纹路是怎么回事？我听不太明白呀，你就可以跟在谁收买呢？联系厂家，干啥送发现一超哥？粉丝团的前100名，前100名到十级的送发现三，完101名到200名送发现一。这球其实可以结束了。但是小雷跟阿宝这个比赛不好安排，老板不好找。
划痕呐、啊，划痕这件事儿，你买到手时候应该检查一下。你不打礼物，你送我还送你，人家小雷想多打一会儿，啥时候送啊？粉丝团十级就送。要打一会儿，对你买肝的时候，买到手要检查，你要打时间长了，你说有划痕，不好解决。哎，漂亮吗？你想早早结束？不可能了，我进去再来一盘。这李博就想打算回家。李博就不想打了，不想打不行，再来一盘，他老想早点下班。那 李博憋得笑就那样的，李博非常无奈，着啥急呀、啊？李博特别无奈。想输都不行。刚刚带上10万块钱的李博就啥了？没有钱，这是表演，现在让大家看看这107。变现了，明天调调，没事儿。小时候咱打球台不都变现吗？真想回家，明天等他来个抢三的，直接给10W 的，他就不这么打了。小黄车全是吃的，对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。对，小黄车你们可以逛一逛，2000多人，大家点开那一刹那就感觉看到了宝贝一样。过年用的都能直接送到你家，不用去商场去买。你们逼着我赢，你这是。对，这斯诺克炸的话，直接给罚下来。对，这107球房老板本来能打1小时的，打这个就得打2小时，这不是重播，现场直播。有机会107了。积分器有啊，咱们积分器比较贵。俱乐部里面爱好者都这样炸球，我们平时玩，我们也经常玩，跟朋友，俱乐部爱好者都这么玩。你让俱乐部爱好者像那个阿宝呀，他们打肯定是不是这么打？来一个低杆回来。有人打过吗？有人打过这107吗？有人打过的扣个一。没有了107。对，俱乐部一般买这个都配积分器，这直播间没人玩过啊。下个炮玩过 这么多人玩过，你看看。骑士之刃有啊，稳中求蓝，你想买可以私信我，点开我客服跟我联系。啊，这么多人打过的，真打过是不是？
咱这个球卖的应该几万副了，真打过，因为咱们这个107，有人打满107吗？那职业的都打过，业余的很难打出来。黑八雷伟赢了，赤峰是乔治他有俱乐部，那小杰好多人都打过，西安卖的最多了，咱这球。三套干核是380，他都一样磕中的，水平低的就是他他妈都给炸开，超分了，应该快，28、14超了应该，对，刘小桃打最多，我球有2副赢，你看都有。可以看了，有3米2台子，其实147哈，不喜欢玩这个东西，好多人都是反对意见比较多，就是喜欢斯诺克人认为这东西不好，上个积分器，但积分器都比较贵，就没上。对，全国107，只要赛百利的品牌进口的，都是在咱这买的。这个球咱们公司也卖了大几百万吧。啊？没有。对，咱真实的综合打不好。对，余光宇是第一个打出来的，来秀一下吧，你看，结束了啊，咱们今天就结束了。咱们给榜一郑宇博的媳妇儿是榜一，崔小美给点点关注。榜二是雷一伟，雷一伟的媳妇儿，雷一伟的女朋友啊，咱可以过去点波关注。